ITF 台北国际礼典热烈展开，总统蔡英文、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、台湾观光协会会长叶菊、蓝贵宾共同出席。今年参会单位大约1300个单位，104个国家城市是这两年来上座一摆。这些厂商推出活动，介绍拢真优惠，吸引这些民众透早就来吃食。中国上大 ITF 台北国际礼典第三号举办，连续四天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来举行，结合全台的营业者航空公司、日本、韩国、各欧美等国家超过1000个单位，活动规模真大。总统蔡英文、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等透早来参与开幕典礼。蔡英文表示，台湾观光产业继续向前行的脚步，不因为三年已经停落来，甚至发展出无同的观光旅游产品。除了唔忙吸引更加多旅客来台湾以外，嘛希望提新旅游品质，和台湾品牌越来越好，受到国际欢迎。那很开心能够透过这个旅展，一起见证台湾观光产业持续向前进的脚步啊！尤其是大家不因为三年的疫情有所停顿，甚至于与政府单位相互合作，发展出不同的观光旅游的主题和产品，提供给我们国际旅客有更多的选择啊！那一直以来，我们除了期待量的提高，希望更多的国际旅客来台湾认识台湾之外，我们也相对的来着重质的提升，让国际旅客来到台湾以后会想一来再来。好，推出很多振兴观光的政策，好，包括这个旅游补助金哦5000元，好，包括最近在推出商务客，加上好这个 tour， 我们会加码补贴。哦，团客当然也有。哦，最近12月哈，这个观光署也推出了这个基捷加北捷这个3日票。哦，这个是我们 T Pass 的观光版，非常优惠。那也推出了高铁1+1，哦这样的策略。哦，希望一日生活圈的台湾，哦可以让大家看到不同的面貌。这摆礼典，侪侪业者推出真优惠的介绍，有航空公司推出专线单座机票899元起，旅行社阁推出真受到欢迎的日本环球影城门票买一个送一个等活动，吸引侪侪民众透早就来会场排队。对着疫情了后旅游潮，甲年底国外趋势需求增加，旅行社业者嘛分享，预计会增加20%业绩。尤其日本、韩国年底甲跨年的时间，侪侪民众拢有兴趣。尾仔也正嘛提醒民众爱把握时间预约好位，避免机票方案好处了。由日本、韩国、泰国通通20000元有找，所以说请消费者吼可以掌握11月3号、4号、5号、6号这4天来现场啊吼，抢好康，拿好礼。寒假有蛮多人会想要去避寒避暑，就会选择东南亚，像是马来西亚、泰国或者是巴厘岛这种海岛国家，也是蛮多人选择的。这一展应该会比以往来多个2-3层。那其实疫情后，其实大量解封，旅游潮是算是有慢慢回温的。这摆礼典阁邀请德国捷克秘鲁等办事处协会，展览期间，逐天拢有各国精彩的文化表演等等，欢迎民众做伙来旅游嘉年华同乐。记者徐月峰台北采访报道。